现啊，我们说上课这么久了，很多人基本观念都没有啊，确实是哈、啊。他说无色界的众生也是有情嘛啊，那这个啊没关系，我们就慢慢讲啊，讲到大家都非常清楚啊。因为我们讲的很多很深，然后基础的都没有，那老实讲，那也不是办法。我们这边讲无因无我，结果我们都不晓得三界众生包括哪里啊？三界啊，通常是这样的哈。我们早上说的有情跟无情。那佛法是以有情为主，那无情是山河大地树木这些，这是依报，那这个是正报，这个是依有情而有的共业所感的果报啊。那不同的有情有不同的无情世界啊，天上的、地狱的、恶鬼道的啊、他方世界的、净土的啊，那么他的无情施舍就是他的山河大地草木这些树木是都不一样的啊。然后这个有情基本上就分一般叫做十法界啊。所以叫做法界众生啊，我们常常念的嘛啊，那么回向法界一切众生啊，有没有天天在念法界一切众生啊？那法界就是如果用世间的话叫做全宇宙了啊，啊，就是说这个世界里面，那通常法界分作十大类，那十大类的法界这个不够写，我们写横的啊。通常是这样的哈，比如说这个世间只要是以有情为主，那无情基本上是以有情而有的共业所感的国土啊。无情不是独立于有情之外，它是以有情共业所感的啊。所以天上人间啊，它的施舍不一样啊，不一样是跟有情有关系啊，不一样是跟有情有关系啊。但是分有情跟无情，那有情通常我们就分作啊，叫做十法界，我们叫做十法，叫做法界，十法界啊，就十法界一切众生。那十法界里面，我们分凡圣啊，那凡圣里面分三界六道，凡夫分三界六道啊，地这个欲界、色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们就这样写，欲界、色界、无色界。哎，我记得我上课都偶尔会讲这个东西啊，怎么会你们都不知道啊？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有六道，这本质上就三者，这个都是天，这个底下啊，应该是这么说，这个有六道啊，地狱，有的讲五道，有的讲六道，地狱、恶鬼、畜生，这个叫做三恶道，苦的，然后还有三善道啊，阿修罗。啊，不过阿修罗难传的是把它归在恶道里面，那有些没有阿修罗道啊，但是我们讲六道讲习惯了都这样讲，一北传的啊，人天啊，这个叫三善道啊。那么色界跟无色界都只有天啊，他没有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没有啊。但是这个欲界有六道啊，大概这样，这样清楚了哈。好，那圣的部分，这个是凡夫。圣的部分啊，有所谓的六，这个叫做六凡，这个有六个六道，因为六道嘛，一二三四五六
啊，这个叫做六道众生嘛，三界六道，啊，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三界六道。三界六道，那六道在三界里面，三界分有六道，所以叫做六凡。那圣人有四个啊，声闻啊，就这样讲啊，写下来一点好了啊。声闻里面啊，有就是声闻辟支佛、菩萨、圆觉啊，啊，你讲错了啊！声闻圆觉就是辟支佛、菩萨跟佛了。声闻也有凡有圣，声闻也有凡，声闻就是佛弟子而已啦，啊，也有凡有圣，但是我们现在讲圣的部分，啊，那声闻在凡夫的部分，它一样在欲界或是色界，那在声闻凡夫一样是三界六道，但是圣者的话，他也可能在欲界，可能在色界啊，不一定啊，但是他圣者基本上就是声闻，声闻里面又分四个，啊，初果、二果，那细分就八个。这是四双八倍，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洹，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啊，那我们就不讲了。啊，那辟支佛基本上就分作圆觉跟独觉。啊，它还有分其他的，但是我们基本上就分圆觉跟独觉。啊，有佛的时代跟没有佛的时代。啊。那么独觉比较强调在他的这个独行独住啊，那么圆觉比较强调他没有佛的时代，他依十二因缘，就是观这个世间的无常和无的啊，那主要是辟支佛，就没有，一般是没有佛的时代啊，没有佛的时代啊，那有些叫做布林，有些叫做独角脸的样子啊，反正就是他有一个名称的。那菩萨一样有凡有圣啊，辟支佛就是圣者了。我们现在讲圣者的部分，声闻就是四果啊，初果须陀洹啊，写一下好了，没关系啊。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那这个叫做入流，入圣流啊，就是他已经进入圣者啊，叫出果是入圣流啊，得法之一分，进入圣人的一类啊，本来是在凡夫这一类，现在并入进入圣人的流类一类啊，那么最多最快啊，可能下一个刹那。或者明天啊，下一个小时他就证阿罗汉，那慢慢慢最慢最慢啊，那么七次人天往返就会证阿罗汉啊，就会解脱。斯陀含是一往来啊，一往来就是人天一往来，这个是人天七次，他顶多在人跟天，他一样有三界，一样有三界，这个都在三界内。那正果的时候在三界内，但是涅槃阿罗汉涅槃了之外就出三界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那三果就是人天一往来一次一次，这个是七次啊。那也有说人一次天一次啊，那所以这个就两次啊，就不一定啊，再看看你怎么解释了啊。那如果一般来讲人天算一次的话，它就变成十四次。那人一次，天一次，啊，它就是七次啊。那这个如果一往来这样算的话，一往来就是两次啊。那这个三果叫不来，不来就是只有一次啊，就升到无色界天，就在那边，不是无色界，讲错了，色界五不还天啊，就在那里证阿罗汉啊。那无烦无乐善见善现色究竟啊，就无不还天啊，
就在那里。那四果阿罗汉哪里都不去，就在人间，等到他无余涅槃的时候就出三界啊，他是在这样啊。所以我们这个稍微讲一下啊，等一下再写在这里好了啊，这个划掉好了，无情有情啊。好，那可以这样来讲啊。好，那这个圣人的话啊，比如说声闻，辟支佛、菩萨，这个差别很大哦啊。佛，好啊，佛陀，声闻的话有四个嘛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初果啊在哪里？在欲界，基本上在欲界。欲界的哪里？人跟天。他正出国的时候是在欲界，就在人间吗？然后死了之后会哪里？会升天。在天上他可能有修行，可能不修行。如果依据佛经讲，佛去道立天为母说法的时候，来听经的都是出国的居士多，出国跟恶国的啊，其实这样，其他的天人不一定会来听经哦，不一定啊。那么站在欲界的人跟天就在这里，然后恶果也是在欲界的人跟天啊，只是他最多七次，他最多两一次啊，他是这样。那么三果呢，没有在欲界，在哪里？在色界。他不是色界有十八天，他只在后面的五不还天。无不还天，无烦无乐善见善见色究竟啊，最高天是色究竟天。所以后来有一些大圣的经典啊，比如说像可能是日轮伽经的样子，我忘了啊，他就说佛是在色究竟天成佛的啊，不是在人间成佛的。为什么？因为三果的居士就在这里证阿罗汉啊，基本上很多是在最高的天嘛啊。那你说佛怎么会比声闻还不如呢？所以应该最高也要这样，因为不可能在色，不可能在无色界，因为无色界不能成佛。那第四个阿罗汉，第四个阿罗汉在哪里？活着的时候证阿罗汉的是在人间，像舍利佛、目犍连，他也在欲界，他基本上是，他这里是从欲界到色界了，应该是这样，他就在欲界的人天，他就在欲界的人天，他这里是欲界。然后欲界到哪里？到色界。然后色界哪里？出三界。在色界就出三界了。然后他在欲界人天人天一次以后出三界，然后他在欲界人天七次之后怎样？出三界，就不在三界内了，大概就这样。好，那阿罗汉呢，在欲界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出三界，大概就这样，就出三界解脱了。他这个就是七次之后出三界，一次之后出三界啊，那么到色界之后出三界，他这个都在欲界啊，就是正出果的时候在欲界的人嘛，他基本上是以人正出果的嘛啊，然后之后就升到天上，然后就这样反复最多了。如果他精进一点啊，比如说舍利佛从正出果到正阿罗汉十五天，目犍连出果到阿罗汉七天，大迦摄从亲近佛开始也是十五天之后证阿罗汉啊，所以他不一定是说证出果之后要经过七次人天往返，不一定啊。就好像我们四十九天，那也不一定的，不是说一定要四十九天，没有，不是，很多人都是当天就投胎了，要经过四十九天，那个是很久的了，那个是比较少的。好，那辟支佛呢？辟支佛就是就两种，不管哪两种都是在欲界，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出三界一样，只是一个有佛一个无佛。好，那菩萨呢？菩萨复杂一点啊，我们只讲圣者的部分，凡夫的菩萨不讲，凡夫的菩萨就不知道怎么样了。那凡夫的菩萨是泥菩萨还不知道，那么圣者的菩萨基本上从无生法忍开始，菩萨有四种，一样跟声闻一样也有四种啊。那么初发心久修行，但是我们讲圣者的话只有两种啊，初发心久修行都是凡夫啊，凡夫是初发心久修行，菩萨部分凡夫是初发心跟久修行，这个是凡夫
那圣者只有两种啊，圣者只有两种，那后来就分很多种啊，但基本上就只有两种，叫做无生法忍菩萨，跟什么一生补处菩萨，一生补处。啊，这个无生法忍菩萨叫做初得法身啊，初入圣流，跟出国一样，欲入圣流，初入圣流，叫初得法身啊。那这个一生补处啊，是最后生啊，跟这个阿罗汉一样，这一生是最后生啊。啊，那一生补处最后生，下一生就怎么样成佛？那菩萨在哪里啊？基本上菩萨有两个地方。不管是从无生法忍到一生补处菩萨，啊，那基本上有几个地方，那不也不是在人间，就是在天上，啊，那通常悲心比较重的在人间多。如果一般的经来讲，悲心重的啊，来人间比较多。那么比较偏重修智慧，它是哪里有佛？清净的佛国土，他就去哪一个清净的佛国土随佛修行，他是这样啊。但是不一定是清净的，就是哪里有佛他就去哪里修行，但多数的佛国土都是清净的啊，其实是这样。所以哪里有佛就去哪里，这在般若经是常见的啊。从一佛国土你会看到，你读般若经你就会常常读到啊，这个菩萨从一佛国土至一佛国土，生生是不是是不离诸佛，就是从这个佛国土到这个佛国土。但是佛国土里面也有像我们这个佛国土，它就是不清净的。那有一些会到没有佛的国土，有些不一定到有佛国土，有些到没有佛的国土，哪里有众生需要它，它就去哪里啊。那这个就是悲心比较重的。那比较偏重智慧的，就是谁的智慧比较高，佛的智慧比较高，所以哪里有佛我就去哪里。那所以这基本上有这两类的不同。那通常啊，通常像释迦佛这一类啊，他一般来说他一生补处的时候，他要成佛，他是在哪里？欲界的哪一天？多算一天，第四天啊，多算一天，在欲界的多算一天。那么听说弥勒菩萨也是这样啊，但是只是这样的。那这个只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他方世界的是不一定。他方世界的不一定啊。那所以像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像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的一生补处菩萨啊有很多啊。如果依无量寿经，如果依阿弥陀经来讲，有无量无边的一生补处菩萨。但最主要的两个，一个叫做观世音，一个叫大势至，他们也不升到多帅一天啊，他们就在那个国土里面啊。那这个是这样。那一般来讲啊，那无生法忍的菩萨，他不是在人间就是在天上，基本上是这样。但是这个天上也都是在欲界天，欲界天啊，即使是一生补处菩萨也都在欲界天。不过大圣经典啊，有些会讲啊，那些色界天的这个大梵天王啊，什么色究竟天天王，都是大菩萨来的啊，通常都是这么讲啊。那后来就讲到，即使是鬼王也都是大菩萨了。啊，那一开始有没有可能这些菩萨会升到那么高的天上去做大王呢？那么依业报理论来讲也是有可能的啊，也是有可能。就好像菩萨发心啊，据说中国的一个祖师叫做谁啊，忽然间忘记，去日本做圣德太子发愿啊，不知道叫谁，忽然间忘记，唐朝还是隋朝的一个祖师发愿去日本，然后做圣德太子啊，然后弘扬佛法啊，类似像这样。那到哪一个天领导这些天人修学佛法啊，确实也有可能啊。啊，那这个是菩萨啊，基本上就两个，一个叫做无生法忍菩萨，一个叫做一生补处菩萨。那后来有些经典在无生法忍菩萨跟一生补处菩萨里面就开始，华严经这个就初地啊，到十地，这个叫等觉啊。那般若经无生法忍是七地啊，或是八地啊，然后一直到啊，九地十地啊，然后这个就成佛啊。那可能一生补处是十地啊，那有这样的一个不同。
那佛陀呢？佛陀是这样啊，佛陀就是他就是在人间，那最后一生了嘛，这最后一生不出菩萨，后来就成佛，然后他就在人间，就在欲界的人间。那欲界的人间之后就什么啊？就涅槃出三界啊，出三界啊。但是如果依法华经有说法，他就不是这么说了啊。他说是佛是视线来的，然后又视线走啊，那就变成这样了。好，好，那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哎，啊、那个问题单我丢在哪里？我把它放在，哦，我把它拿在手上，我还在找啊，实在是。我有一次戴着眼镜在找眼镜哈、哦，实在，真人老了就是这样。好，好，那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啊，你看我们讲三界六道，就是十法界，都叫做什么？有情无情嘛，对不对？好，那如果这个问题的话，无色界的众生是不是有情？是不是？是不是？哎，有情有六凡四圣，对不对？有情有六凡四圣，对不对？叫做十法界六凡跟四圣。那无色界的众生是不是有情？是不是？是啊，对啊，那这很清楚嘛。那所以说无色界的众生，那么阿罗汉死掉不受后有，是不是就不是有情啊？你看又玩四圣了。声闻辟支佛菩萨佛，即使是佛还是有情，但都是要做什么？觉有情。只要是圣者都叫做觉有情，那觉悟的程度圆满不圆满，究竟不究竟而已，他还是有情啊。这早上我们已经讲过了，可见讲得不明白啊。好，那说为什么三恶道众生造业的能力薄弱？好啊，我早上说要写那一篇地藏经的啊，中午趁着时间就把它写完了啊，放上去啊。好，那就讲到都讲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早上讲到那个地藏经七分功德获得一分啊，这种啊就是放已经写上去了。那一样讲到这个问题，三恶道的众生啊，基本上不要说三恶道的众生了、天上的众生造业的能力也薄弱，不是三恶道的众生，只是他造善业不容易。我们讲六道啊，他这个问题是说三恶道众生造业的能力很薄弱啊。其实真正来讲，只有人造业能力比较强，其他道的众生造业能力都不强。天还可以，天也还可以，但是天只有在欲界天，如果到无色界，他基本上也没有造业的能力，他没有造业的能力。在禅定里面，他尤其是无色界，他一直在禅定里面，他有什么造业的能力？他就造不了业，根本就没有业可造。啊，六道众生啊，我们再来看那刚才讲的啊，欲界、色界、无色界。那欲界有六道，天、人、阿修罗。那么鬼、畜、地狱，好。那么我们说这个是三恶道的众生。那么三恶道的众生啊，如果在欲界，欲界的人跟天是比较有造业能力的，特别是人，那么比较有造业的能力。那天也有，但是天没有造善业的因缘。他没有造善业的因缘，也没有造恶业的因缘，他没有那个环境让他造善业跟造恶业啊。那三恶道的人没有那个心力去造善业跟造恶业了。那色界跟无色界的一样，他心力很强，但他没有造善恶业的能因缘环境啊。比如说这个监狱只关你一个人，那你要去造什么业？我问你。你要造什么业？没有造什么业啊，不容易造什么业啊。啊，那所以那无色界，色无色界在禅定中就好像，那你天天在睡觉，一天24小时睡22个小时，听说无尾熊好像一天睡22个小时，不知道是不是？
他有什么造业的能力？没有啊，他在禅定里面类似像这样啊，他造业能力也不强哦，造业能力也不强。所以造业能力最强的是人，然后来是天，其他阿修罗也还好可以，但是就是最这个是没有力量的，因为他的禅烦恼心，他也没有环境，也没有心力，这个是心力很强，没有造业的因环境啊。那造业基本上有分造善业跟恶业嘛，造善恶业啊。那么通常啊，那另外我们讲一个无忌业。那通常这个鬼道畜生，因为他恶心比较强，烦恼性重，他不容易起善心，起了善心也一下子就没有了，一下子就没有了啊，所以他不容易造善业。那因为他都是受报，通常都是受报果报的啦。那么天也是一样，比较是受报的，尤其是色界无色界天，通常都是受报的，所以他就是报尽，然后再来说啊，比较像你就关去监狱，那关在里面你没有什么造业的能力，有但不多，造的业力量也不大啊，能够伤害的也不多啊，但还是有鬼道畜生道还是有，但是因为他的心力的问题啊，所以他造力能力不强，造善业造恶业都不强啊。那么天造善业，他有善心，但是没有那个造善业，他要去帮助人，要帮助谁？他要持戒，他不用持戒啊，他不用布施啊，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富有，你要布施什么？要布施给谁？你有的我也有啊，对不对？那 你要去哪里可怜人？都没有可怜的人，你要去哪里可怜人？你要哪里起悲心？你要哪里起布施心？没有啊，没有啊。那也因为享乐，所以他会执着在五欲里面。那么这些都造业能力都不强，只有人，所以人是上升下沉的什么枢纽关键，只有人的造业能力比较强啊。那三恶道不容易造善业，也没有那个造善业的环境。那么天跟人不容易造恶业，天啊，人有天不容易造恶业，因为他习惯性不容易造恶业，但也没有造善，没有造恶业的环境，但也没有造善业的环境啊，其实是这样。那三恶道其实第一不要讲啊，鬼道畜生道其实造善业的机会是很多的，因为都是苦的，都是苦的，但是他没有能力啊，就好像这个贫民窟里面，哇，每一个人都是你救济的对象，哇，那机会可多了，可是你比他们还穷，或是你跟他一样穷，那你要怎么帮他，对不对？那这一屋子都是病人，哇，你的机会来了，你可以成为药师佛了，对不对？可是你的病比他重，你跟他一样病，哎，那你要怎么帮他？那这样他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就是说，他不管是三恶道、三善道了，那么除了人之外，那无色界基本上就好像一直在禅定里面，你要造什么业？尤其是非想非非想的啊，无色界里面呢、四种嘛。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想，一个人一个世界，到色界二禅以上基本上就是。但是色界的天人，如果你过去中学佛的佛弟子圣者去到色界天的，基本上还有他，因为他会习惯在上面会自动修学佛法，还是会啊，比较会起思维，如果没有他根本就在禅定里面啊，他也不容易起思维，那不容易起不是不会起，那这个是根本就不会起啊，没有关了，定太强了，没有关不会起，这个是不容易起啊。那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那无色界基本上也不会造恶业，也不会造善业，它就是都是无忌业啊，通常是这样。好，那所以他说啊，另外一个是。他们是不是也有贪嗔痴？好，那当然有贪嗔痴啊，只要是凡夫都有贪嗔痴，只有谁才没有贪嗔痴呢？只有三种人没有贪嗔痴。六凡四圣里面，六凡四圣我们刚才讲，六凡四圣声闻辟支佛菩萨佛，
声闻里面没有贪嗔痴的只有阿罗汉，没有出国二国三国都有贪嗔痴，二国才薄贪嗔痴，三国才把嗔心断掉，三国才把嗔心断掉哦，那一定有贪嗔。到了四国阿罗汉才没有贪嗔痴，那辟支佛等同阿罗汉啊，他是没有贪嗔痴的，两种辟支佛都没有贪嗔痴啊。辟支佛陀啊，他就是佛陀啊。那菩萨一定有贪嗔痴，菩萨要到没有，菩萨要到成佛的时候才没有啊。他但是你证了无生法忍的菩萨，差不多有一些两种说法，一种就是等同于出果，一种就是等同阿罗汉。那如果他证无生法忍的菩萨就等同阿罗汉的话啊，有这么一种啊，就是说 证无生法忍的菩萨就是阿罗汉，就是声闻的阿罗汉，只是他不入涅槃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圣者的菩萨就没有贪嗔痴了。那如果证无生法忍的菩萨等同出果的时候，那他还是有贪嗔痴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佛陀一定是没有贪嗔痴，佛陀没有，阿罗汉没有，辟支佛陀没有啊。那么如果无生法忍的菩萨就是阿罗汉的话，那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都没有啊，但是就是有习气 啊就是这样。好，那么会做种种恶行吗啊？那三恶道啊，他这里讲三恶道的众生有贪嗔痴，一定有，他们会造业也会，但是他不管他们造善业造恶业，你的意思就是说三恶道的众生没有造业的能力，不是没有，有，但是所造的业的能力不强就是了啊。比如说畜生，畜生比较像愚痴的，有点像我们这边就是脑筋不清楚的，他是年纪比较小的，比较幼稚的，那么就算他造恶业，法律对他的惩罚也不强啊，其实就是像这样的，因为他心力羸弱啊。那么三恶道的众生还是会造恶业，怎么不会造恶业呢？一定会的 啊。那么你单单看猫跟狗而已，也有比较慈悲的，也有比较不慈悲的，真的，比较听话的，比较不听话的，比较有舍心的，比较没有舍心的，比较会照顾小只的，比较不会照顾，会欺负小只的，真的，猫跟狗都这样了啊。那么他们一样会造恶业，那么但是他们造的恶业的力道不强，因为他们主要是受报，习惯使然，就好像老虎每天都要去抓其他的动物来吃，他每天都要杀生，他只要几天不杀生没得吃，他就要死，他就要死啊。那个蛇如果他不去吃其他的动物，他也要死，如果他还要生小动物的话，比如说狮子，生了五六只小狮子，如果他本来一次只杀一只，吃饱了就好，因为他有四五只小狮子要养，他可能一次要杀两只三只，不然他的小狮子就活不了啊，就是这样嘛。所以才有这个释迦菩萨舍身饲虎的典故嘛。你不要吃他们的啦，因为你吃他们，他们要死，那我不吃他们我要死啊，好，那我给你吃好了，那就像这样，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好，所以本来但是他们造恶业有没有恶业，有啊，当然有 啊只是说这个恶业的力道不强而已 啊就老虎吃羊它也是恶业，但是这个是果报的，所以即使有恶业，它不是像人杀羊的恶业那么重啊，它有一些不得已或是果报使然的啊，跟人杀羊啊这个不一样。老虎杀羊，老虎一辈子都在杀动物，跟人一辈子杀动物这个不同的概念，那个业报是不一样的啊。那所以当然有恶行，那如果有没有一只老虎是不杀生的，有，很少。有没有猫是不吃鱼的，有，很少。如果有这么一只，那只猫就是灵性很高了，就是可能是刚从人下来做猫的，而且是过去持不杀生戒来做猫的。那你说那持戒持到那么清净还会做猫做狗？会啊，邪见就会，但是他还会保留他的习惯
啊，真的真的就是有这种，但很少。那有没有动物会救其他动物的？会，有些会救其他的动物，有些就会杀其他的动物，就很难说。那这个跟他的烦恼性有关系，跟他的业报。那么业果法则，自作自受，念佛就有佛力加持，算吗？没有，佛力加持就是他力，佛力加持就是他力。那么所以佛法不讲佛力，一般讲佛力加持。这我们稍微来说一下好了。一般讲的佛力加持并不是直接的，比如说念佛，佛力加持，那么功德增长就得功德这个在大智论里面好像也类似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念佛是心意念佛，心意念佛。那么意念佛的什么呢？意念佛的功德。意念佛的什么功德呢？主要是慈悲跟智慧。当然很多种了比如说不同的佛，比如说阿弥陀佛药师佛释迦牟尼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阿处佛那么都具足慈悲智慧，但是他们的这样的特点不太一样。比如说释迦佛主要就是精进跟忍辱，释迦佛主要是精进跟忍辱那么成就的。所以你看念八十八佛变念三千佛念万佛，他们都有那个佛的那个特点，就写在他们的名字上那弥勒佛就是慈就是他从发心就不失落，然后都给人家欢喜类似像这样就是他的特点但是慈悲跟智慧都是同等的，佛佛道同都是同等，但同等是同等，就是他的特质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入门不一样，有的依信愿门，有的依慈悲门，有的依智慧门就不太一样所以菩萨悲心的去没有佛的国土而是说有佛国土亲近诸佛，去没有佛的国土度众生，等他成佛的时候这两个就不一样，但是都圆满具足其实是这样那所以你念佛，念佛的功德，念佛就是什么？念佛功德就是什么？学佛。佛是怎么修我就怎么修，所以你学佛，佛这样修，佛这样修，念佛功德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刚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那么就是我要向释迦佛学习。好，那向释迦佛学习，他释迦佛的很多啦本身坛里面讲了很多，他不外乎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好，那么但是他的特点比如说精进跟忍辱那有传说释迦佛是因为精进，那么早成佛，跟弥勒同发心就这个传说了，当然大智论不承认这个东西那么我们说那是精进，就是看见弗沙佛的时候那么七日七夜非常精进一只脚，然后念佛就是他意念我要跟佛学习类似像这样，他具有这个精进，然后忍辱先人的时候具有这种忍辱。好，那你知道你释迦牟尼佛，我要跟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我要跟我的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学习，学习什么？学习他成佛的方法。那么因为你因为这样因念佛而学佛，因学佛而修诸功德，这个跟《无量寿经》讲的一样你念阿弥陀佛然后发菩提心他讲往生的四种，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发什么心？我要成佛的心，就是这样发菩提心就是我发要成佛度众生的心，其实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就开始学佛要成佛，当然要学佛不学佛怎么成佛那学佛之后开始就修出功德，功德修到究竟圆满就成佛当然这个中间就是我们讲菩萨从初发心，从初发心然后修修修久修行，然后无生法忍一生不处成佛，就是这个阶段修出功德。那这些功德当然就包括很多了布施、持戒、忍辱、信心、精进那么就非常多
啊，信戒惭愧闻舍会信净念定位啊，反正就非常的多啊。那不外乎慈悲跟智慧了啊。那么你成佛之后，因为你为了成佛而学佛，那么你学佛之后修诸功德，就是你为了成佛而修诸功德。修诸功德是因为你要学佛，学佛是因为你知道有佛，你念佛，意念佛，你学佛，所以这个就叫做佛力加持。这个就叫做佛力加持，他不是说佛给你放光加持。如果可以这样，那佛第一个应该加持提婆达多，甚至他可以加持谁呢？加持那个他的两个老师阿罗罗加。他还没成佛之后，他还没成佛之前，最早教他的两个老师，教他修禅定的，得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两个仙人，一个是阿罗罗加兰，一个是塔婆的摩罗子。等他成佛的时候，第一个不是要去度无比丘，第一个是要去度这两个老师。佛陀成佛之后，第一个是要去度这两个老师，结果发现这两个老师早几天怎么样，死了。死了升到哪里去？升到无色界。因为他修无所有处定，就修到无所有天嘛，无处天嘛。修非想非非想处定，就修到升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嘛。那我们说过，无色界的天人没有造善业的能力，他连观照的能力都没有，他在禅定里面要怎么观照？打雷他都听不到。那你说佛有神通啊，把声音灌到他里面了、啊、没有？他没有，业力使然、啊、不然佛的神通大神通，他应该可以让这两个天人，现在已经变天人，现在还在哦，现在还在无所有处天哦。等到弥勒佛出成佛的时候，他都还没下来哦，因为他时间很长。佛应该有能力让他出定啊，没有，没有办法。佛没有办法让在无色界的天人那么出定，也没有办法让地狱的人出地狱，是没办法。这个是业力使然，你要知道啊。啊，所以因为这样念佛有佛力加持，然后功德增长，然后后来成佛，然后因为你学佛修出功德，所以这一切都是佛力。佛力就是什么？佛的功德力，由佛德佛的功德力的缘故加持，就是由佛功德力的缘故你才会拥有。那为什么这么说？很简单嘛，这个佛如果没有功德，你会念他？不可能嘛。你会朝思暮想这尊佛？不可能嘛。你会心念念这尊佛？不可能。这个佛如果充满的嗔恨啊，然后充满的不慈悲，没有智慧啊，我连想都不会想到他，想到他要赶快远离他，对不对？我哪里还会念念又念到他？不会啊，你不会恭敬他，不会想要学习他，那是不可能的。你想要学习他，对他非常的敬仰，念念都想到啊，这个人怎样，这个佛怎么样，世尊怎么样，这个就是念佛啊，念他的功德，因为他具足有你没有的，凡人没有的功德，所以心向往之，虽不能至而向往之嘛。然后开始我要跟他学习，最后我要跟他一样，其实就是这样嘛。法藏比丘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成佛的 啊。那最后你如果成佛了，那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佛有这种功德力吸引你跟他学习？是不是？是啊，是因为佛的威德力功德力才吸引你想跟他学习，所以是不是叫做佛力加持？是啊，他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把它想象成哦，这个我念佛，佛看我可怜就给我灌顶，给我增加30年的功力，没有这种事啊，哪有这种事。如果这种事，他第一个要加持他两个老师，然后加持他的爸爸妈妈，这样就好啦。他还要上道立天为他母亲说法，他的金万王，他的父亲金万王生病，还要特别回迦毗罗卫国。他不是有神通吗？这个手伸下，光子就照到他爸爸的头上了，对不对？有可以吗？不可以啊！所以这个要清楚了。好，大概就讲到这里。好，我们来看课本。有问题尽量问，因为这些其实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很多人都不知道。224页，
好，那这里是六路畜送。六路畜送跟五蕴送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你知道吗？啊，对，五蕴送就是观自己的身心，以自己的身心为境。六路畜呢，没有，以身心之外的这一些六尘为境，其实在这里啊，那这个就比较偏向于西方哲学，叫做认识论啊。那五蕴比较偏重于叫做我们叫做本体论，类似啦，类似像这样。好，我们来看倒数224页倒数第四行啊。那这里说到有三种法啊，就是佛啊，这我们大概可能忘记了啊。那这里基本上是说到佛说法、气理、气机啊。那么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人他的智慧还没成熟啊，那他就没有跟他讲比较深的法。那看这个人智慧成熟，就跟他讲深的法。所以深的法是什么啊？就是无蕴无我。那这个是主要是他的儿子啊，罗侯罗，这本经蛮有名的啊。那罗侯罗是佛的儿子。那照理讲啊，那么佛应该加持他，佛力加持啊，还没有啊。那么佛力也没有办法超加持啊。我们常讲佛力超见，我告诉你也没办法啊，真的是没办法，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啊啊。那么罗侯罗一直听佛讲无蕴无我啊，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证无我。那佛就观察。罗侯罗的智慧还没成熟啊，就是我们虽然学习佛法，但是我们如理思维啊，法随法行能力还不强啊。那么就是听闻佛法，但没有真正了解他的道理，知道他的道理了还没办法运用，运用了还没有办法运练的运用得很熟巧啊，很善巧很熟练，以至于啊他那个力量不强，其实就是这样。那所以佛陀观察了之后就告诉他、那么你还要当，你还要就是学而时习之啊，早上我们讲的不断的温习，不断的温习。那怎么样的温习才能讲呢？为人说。所以大圣经典很强调啊，就是你读诵经典，然后怎么样为人演说啊，很大很强调这样啊。那这个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啊，也是有道理的。那所以啊，那佛跟罗侯罗讲啊，你要去跟别人啊，所以说我跟你讲的五蕴相应的法，你仔细读过了吗？仔细读过，而且读过好几遍了。好，那就是读过好几遍才不会，所以来问佛啊啊。他说好，那你有去跟别人讲了吗？啊、哦，没有。因为你自己读跟你要为别人讲那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啊。今天我给你一部经，你自己读，你说会了会了，好，你讲给我听，哎，这结结巴巴讲不出来了，对不对啊？你讲给别人听你就开始担心了啊，这到底好像本来以为知道的话都变成不知道了啊，就会这样，那就表示不熟啊。那如果人家再问个问题呢啊，哎，这个我都没想到啊，又不知道了啊，就是这样。所以要熟就是这样啊，就要为人家讲啊，尤其是为很多人讲啊，就更容易哦，啊，就更容易啊。有一天换你们上来讲，我下去听看看就知道了，啊，你就知道说哦，我读这个经熟不熟，啊，真的真的，这个是可以知道的。好，你不要以为这样生讲好像这样讲很容易啊，没有，我告诉你真的，啊、你要讲很久，然后要读很久，很熟了你才有办法这样很流利的讲啊，不然你等下呢卡卡 KK 啦，啊，就变成会这样。当然我们也不是每一部经都这么都可以这样子的，但是你就是要熟啊。好，那么完了之后他还是不知道，所以佛陀就跟他讲，好，既然这样你还不知道，就换一种说法，就换一个角度啦，从这个角度你怎么切都切不入，好，那就换这个角度。 那我们说五蕴有三个角度嘛，啊，那身心有三个角度啊，就是五蕴六处跟六界。但是如果是无我，一般阿含经里面三个角度是五蕴六处跟什么
缘起，其实是这样。六界也有啊，但是它主要的三个角度，如果是身心生命的分析，我们早上讲的是生命的分析，它是五蕴六处跟六界。如果是无我的角度，基本上是五蕴六处跟什么缘起啊。好，所以他就啊，我们来看尔时罗诃罗于一时啊，那么就在一个时候啊，后来为人演说六路处，说六路处矣，来一佛所，起手礼足，退住一面。六路处大家应该知道吧？啊，有没有不知道的？啊，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我们慢慢讲，我们讲清楚就好。啊啊，我还是写一下好了。那明天写一张纸来跟我讲什么是六路处。我现在先把它讲清楚。没关系，不懂其实就是要问，会问才是好学生。那你不要以为你问的这些大家都懂，我告诉你不一定，真的很基础的东西都不懂。有一次我在福贤佛学院做教务长，那做教务长有新生要考试嘛，我都是出考卷的。那出考卷其中有一题，我想说我们认为你要来读佛学院，你应该都了解一些基本的佛教道理了嘛。但是有些没有，其中有一题我就出一题很简单的，我出很简单的什么是四大。那么很多很多学生都解什么酒色财气啊，就四大皆空了。这个是受到什么影响？受到小说的影响啊。因为我就写何谓四大皆空啊，就问答题啦，就很简单的道理啦，就好像和尚六处啊，何谓四大皆空。那很多学生哦，很多学生都写这个，我还没去读佛也很多道理我就知道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那些酒色财气啊。这个就是什么受到世间的影响，九色财气四大皆空，不是四大是什么？地水火风啊！对，你们都知道了。你们如果说九色财气，我就要昏倒了。啊，你看，我在服务员考试，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竟然还有人不知道啊！五蕴也不知道，五蕴不知道就比较，五蕴不知道就可能就比较常见，哎，没有读过，这是名相嘛。那所以我们会受世间的影响。好，好啊，六路处没有讲，又忘记了。六路处讲一讲就忘记了，你看六路处通常六路处一定相对什么，有它基本上是分内外，六内六处，六外六处，或是内六六处外六处。那通常我们讲的六六处是内，这是六根啊，就是六根。一般我们讲六根，这个叫六尘，六根身跟六尘境，通常是这样啊。好，那么就是眼、耳。其实这个就是认识啊，我们的哲学里面叫认识论啊。我们认识外境，认识外境的根本。那么由认识外境而会产生种种的烦恼，善恶业都从这边来。由认识对境起心，我们叫做对境起心。啊，这个是烦恼的一个来处。好，那早上我们讲的。那个是我见我爱，那个是从五蕴上说。好，眼耳鼻舌这个是从人说的，其他道的众生不一定有这六根，不一定那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叫做六路处。好，好，那么这个时候罗诃罗就为人演说六路处。其实他不是演说六路处，他是演说六路处怎样无我其实是这样。因为前面他讲无蕴无我，
讲五蕴不是专门讲五蕴，那没有意义啊。你讲五蕴没有意义啊，你这讲到一辈子你也不能解脱。要讲五蕴无我，那六路处也一样啊，他是要讲六路处无我啊。那简略说了啊，就为人说六路处无我啊。那说完了之后啊，说完了之后就退在一边，就再去跟啊，再去跟佛报告，我已经啊听你的话了，去为人演说啊，演示说明这个六路处无我的道理，所以啊，现在希望世尊啊，这个罗诃罗也都是叫世尊了，他也没有叫爸爸啊。不过佛陀叫大爱道，就只都还是叫阿姨哦，啊，都还叫阿姨啊。那么唯愿世尊为我说法，好，我闻法已，当独一境处专精思维，不放逸处，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啊。那这个这一段话几乎在很多经文都会这么说，就是我听佛说法后，不是罗诃罗这样而已，很多比丘都这样啊。那么就代表说你听法之后要怎么样，不是听了之后就没事了啊，不是，独一境处专精思维啊，就是要如理思维啦，而且要很专精的如理思维啊，不放逸住，就是要一直这样做，若一日到二日，若七日啊，若一月二月七月，若一年二年啊，这个佛不知道在哪一本经我忘记了啊，讲修四念处也是这样啊，那你就是若一日到若七日啊，那你一定会增上啊，不放逸住啊。所以我讲基本上闻法之后有三件事要做啊，第一个叫做如理思维，第二个叫做专精如理思维，因为你如果散心，那个如理思维是没力量的啊。第三个要让它变成习惯，习惯的力量是很强的重业，当心行人用习惯，叫做烁烁专精如理思维啊。我讲经常常会提醒要这样，因为这是我发现啊，我发现真的是你智慧成熟不成熟，有力没有力，你对法那个法位所藏的深不深刻，其实跟这个有关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学而时习之。我闻法后，这个经文是说我闻法后独一境处，不受干扰的地方嘛。因为为什么要独一境处？你会干扰，你的心就会乱啊，会散啊，然后你就不容易好好想，所以要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找个你看我们心烦意乱的时候，找个地方静下来冷静想一想，一样道理啊。那么我闻法后独一境处专精思维，你看他是写专精思维嘛，是吗？不放逸住，我看一下，专精思维不放逸住，好，乃至这中间应该还有就是不放逸自己修修修修，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就是解脱了，证阿罗汉了那这中间当然也还有很多层次，不是这样那就可以解脱了到解脱还有很多出果恶果不受，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就就近了，就近解脱，这个就是就近解脱。因为这个阿含经是讲解脱道的嘛。好，那听法像我们现在在听听法，那听法之后，通常我们说一定要如理思维基本上他这个是如理思维，要如理如法你人家是这样，你想成那样，那就不对了如理先如理思维要如理如理思维，然后专精思维你就善善的想，没有力量要心专一专精思维，然后不放逸住，就是住不放逸，就是一直这样一直这样，独一境处专精思维那基本上就是专精思维，所以如理思维专精的如理思维
专精的如理思维，就好像念佛一心念佛啊，类似像这样，然后一直这样，若六道若七日，烁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日又一日啊，就这样，烁烁专精如理思维，每次都是专精如理思维啊，记这样，烁烁专精如理思维。所以智慧的四个层次，智慧的四个层次叫做闻思修正。那么思基本上啊，那当然就还要一直在后面就是修啊。那么如理思维啊，思维的三个层次啊，如理思维、专精思维跟烁烁思维。如理思维，有法有闻法而起思维，那如理思维专精如理思维，烁烁专精如理思维，基本上是这样，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次又一次的想久了你就变成这种习惯，好，所以他这里讲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到无学就不用再学了，你已经都会了，已经任运自然了，自知不受后有就解脱了，问题都解决了，尔时世尊观察罗侯罗心，好，那五蕴你也学了，你也讲了，六路处你也学了，你也讲了，可是我看你就是听你回答问题，看你就知道佛陀有他心头嘛，他可以观察那个人的心。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听这个人讲话就知道他哪些道理他读到哪里懂到哪里这大概可以知道那么佛陀观察这个心就知道了他就观察罗罗的心解脱智慧手还没成熟就是解脱的智慧引导他解脱的智慧就表示他那个思维修的能力闻思修闻是有了思是有了那么怎么样从思那么怎么样入心这个法怎么样入心它还不成熟这个法跟法之间你要贯通五蕴六处缘起法跟法之间你要贯通那五蕴色五蕴无我色受想行识无我之间你要贯通那无蕴无我里面基本上有讲几个嘛比如说他讲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好丑粗细远近如病如痈如刺如沙色如巨墨受如水泡想如杨艳行如芭蕉事如幻法那么这个你要贯通那所以这个你贯通了之后这个贯通只是无蕴贯通而已你还要跟六处又贯通如果你五蕴一个法通那就近那就就近都就近了你就其他的不用了没关系的因为已经就近了嘛那五蕴过去现在未来你观不通那么你就要再观如病如痈如刺如沙如病如痈如刺如沙你观不通你就要观什么色如巨墨受如水泡那再观不通呢换一个对不对六处就是这样嘛那么你自己这样想不通为别人讲那么自己想又为别人讲又不通换一个六处一样是这样从眼里面耳鼻舌身意你想不通为别人讲那这想不通呢讲六界或是讲缘起从缘起杂含里面六界也有但是主要三大无我是五蕴六处缘起那我的三大分析是五蕴六处六界那其实不一样好所以他说一直要修到解脱为止尔时世尊看这个罗诃罗的心解脱智慧手还没成熟不堪忍受真上真善法有时候叫上进法
啊，也有叫上进法的，真上就是更上一层楼的啦，啊，就是从有学到无学的啦。有时候把从，因为瑜伽师练把从有学到无学叫做真上，那有时候我们真上这个名词有时候放在真上心学、真上戒学、真上慧学也叫做真上，啊，那这里的真上，因为他可能是还没证，或是他已经证，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是阿难就已经证出果，如果是罗诃罗，他是不是已经证出果，但是还没办法证阿罗汉来问的，还是说连出果都还没证，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罗诃罗到底什么时候证出果的，这个就好像也是很罗诃罗好像也是很早就证阿罗汉，啊，好像是不是沙弥的时候就证阿罗汉，啊，这个还要再查看看，啊，不过就是他在问佛的时候他到底是证出果了没有，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不过因为瑜伽师对论是说如果是真上法就是从有学到无学，那如果是这样的说法就变成什么，他已经证出果了，出果才有学吗，啊，那南传的就可能是，没有特别这样说，啊，就是真上可以到肉尽的了，啊，可以到肉尽的，他只是解释上进法能够成熟解脱的妙法，啊，只是这样而已。好，那所以他就知道他还没有办法，就是解脱的智慧还没成熟了，啊，那佛陀通常是会去观察这个人解脱智慧成熟，你不去找他他会去找你，真的你不用去找他他会来找你，啊，那因为他就是要度众生的，你已经要度，所以 他去找城东老母也是这样啊，他去找三迦叶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啊，他去度五比丘也是这样，啊，所以就问罗诃伦罗诃罗，啊，因为就没有直接跟他讲这个无我，啊，他说你以为人说尼陀那法位，尼陀那是什么，因缘法，就是缘起法，尼陀那就是因缘缘起法，啊，就是缘起法，所以佛法里面其实重点就是有没有跟他讲缘起法，啊，讲因缘，讲十二因缘，那无我有三大无我，啊，就三大进入无我的观法，五蕴无我、六处无我跟缘起无我、十二因缘无我，啊，那么是从这三个地方进入无我，那无蕴无我里面又有三个，啊，我们刚才讲，啊，就是观瞻五过去现在未来，啊，内外好走出息远近观如病如庸如痴如沙，啊，那观这个如巨墨水泡，啊，然后阳焰芭蕉，啊，幻化，啊，观这个，那他说你有没有去跟人家讲尼陀那尼陀那法，啊，就是你跟人家讲十二缘起的没有，缘起法的没有，啊，那这个如果你们有那个有那个经的话，十二缘起法，啊，在杂含会编的下册，啊，他在如来所说颂大迦叶相应那边，啊，有列出来，啊，就是你可以写一下，啊，下册第574页，啊，本来要叫你们拿出来读，啊，没有，你们回去可以稍微看一下下册第574页，就回去对照一下了就可以，但是不太一样啊，他也是写尼陀那了，啊，就下册上中下册，啊，574页，大迦叶相应，啊，如来所说颂，啊，他在如来所说颂里面，啊，弟子所说颂、如来所说颂、五音颂、六处颂，啊，原杂音颂啊这些。大家这个相应好，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可以了，那重点是有没有讲缘起法，啊，有没有讲缘起法，啊，尼陀那是因缘的意思，那罗诃罗就说还没有，啊，世尊佛就跟罗诃罗讲，啊，既然还没有那你去跟人家讲，你就去跟人家讲，啊，这个尼陀那法，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就是五蕴无我、六处无我、缘起无我，然后怎么样？独一尽处，专精思维，不放逸住。
啊，然后观察奇异如理思维，然后休息多休息，啊。这个时候罗诃罗啊，那么为人家讲缘起法的时候，没有多久啊，就来到佛的地方，然后又顶礼佛陀，啊，那印度人基本上就是头是最尊贵，脚是最卑贱的。用我最尊贵的头去碰你最卑贱的脚，表示我对你无上的恭敬、啊、崇敬、啊、基本上这是印度人的礼法、啊、那或是他绕佛七匝、啊、其他都表圆满了、啊啊、好，那么跟佛讲世尊为我说我闻法、啊、一样、啊、重复，其实他们都会重复句 啊， 啊，那是不是如果我们照实际来讲，是不是罗罗每一次都会这样重复呢？我看应该是未必啦、啊、我们哪有可能每次重复一样的话、啊、我一定说啊，那佛陀我已经是跟讲了，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做、啊、不过他们都有自视的嘛、啊、就是后面都一样、啊、所以五蕴这样讲，六处也这样讲、啊、这个编辑的这些人基本上是他就变成这样好背，这样好背了、啊、那这个时候世尊在观察罗诃罗的心、啊、你就是跟人家讲缘起了，你还是解脱智慧成熟。好，所以他最后又跟他讲什么，那跟罗诃罗讲、啊、奴广说就是跟前面一样 啊， 一样啊，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他就说奴当于上所说诸法，你要就我们早上讲要融会贯通，你要把五蕴六处跟缘起这一块你懂，这一块你懂，这一块你懂，都在一块你就不懂、啊、那就表示什么，没有融会贯通、啊、所以你要把五蕴无我六处无我跟缘起无我的道理再好好想一遍、啊、所以他说思维观察其意。这个时候罗诃罗受佛教次、啊、就教戒、啊、就他这样教他要去这样去做、啊、那么如上所闻法所说法，所闻的就是五蕴六处缘起无我，所说的也是五蕴六处缘起无我、啊、其实这样，然后去思维称量，称量就是什么，分别、啊、分别其意，观察其意、啊、做四念，此诸法一切皆顺去涅槃，留住涅槃，圈书涅槃。那么顺去、啊、就顺着这样流向涅槃，往涅槃、啊、留住一样，它这三个形容词其实是同样的形容，顺去留住圈书，圈书就是通路通往、啊、留住就是流向向路流往，顺去就是顺着这样方向去、啊、一样的道理。那尔时罗诃罗往诣佛所，起手礼足退住一面，他说世尊，我以如上所闻法所说法独一尽处思维称量观察其意。那么他融会贯通的道理是在哪里、啊、他简短的几句话说，不管是五蕴无我六处无我还是缘起无我，都是通往涅槃，就是解脱的方法。那你说，那你这样要想那么久吗？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实际来看、哎、那单单这样要想那么久吗？有一些你想不通就是想不通，但是他想通的我们可能还没想不通，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想通什么，老实说、啊、但是他就是因为他已经确定这个是往涅槃的方法，就表示他知道苦集灭道的道啊、你看哦，我们讲苦集灭道，四圣谛不叫做苦集灭道吗？苦那么这个灭就是涅槃，灭苦，那么这个道是灭苦之道，涅槃之道，
那如果要照次第来讲，那应该是先有道才有灭啊，对不对？先有这个道，灭苦之道才能灭苦啊，苦才能灭啊，这个是灭苦嘛，就是苦灭啊，一切苦灭啊，一切苦灭，对不对？如果照次第来讲，苦集道灭应该要这样才对啊。那为什么习惯这样讲苦集灭道呢？因为他心想是这样，你真正解脱了，你才能确定这个是解脱之道，对不对？你没有解脱，你说依这个道解脱，可是你怎么修都不能解脱，对不对？你怎么修都不能解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够确定这个是解脱道吗？不能。当你依这个道解脱的时候，你会回过头来确定这个是解脱道，对不对？是，地就是确实认知此是苦，此是集，此是灭，此是道，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好，所以啊，罗诃罗，你看他这个就是知取法皆顺去涅槃，留住涅槃，去顺涅槃，就是说我确定这三个是解脱的根本。哎，他已经确定了，就表示什么？他知道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确定，所以修这个不行就换那个，换那个不行就换那个，换来换去就什么都不行啊。那但是你一旦依这个得到确定的时候，你就确定这个是可以的，那个是可以的。那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你可以确定，这是一条解脱道啊。那这是，那不是，所以他就有处非处自利，无有是处，有是处，就是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道理，一定这样，一定不这样。好，所以他说法的时候，他可以很决定的说，决定是这样，决定不是这样。为什么？他确定了嘛？啊，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时候，当罗诃罗确定，你说那么简单？那他确定，我告诉你，你都不一定确定啊，是不是？你不能确定，是因为我都没有确定。我没有，我这样观我都还没有证无我，我都连无我是什么都不确定了，我还能够确定是不是无我的解脱道吗？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你看问题就在这里啊，为什么哎罗诃罗想了那么久，就想明白，无应无我，六处无我，缘起无我，确定是解脱道。我告诉你，你要确定都不容易啊，是不是？所以你有没有想说，哎，为什么想那么久在想这样哦？这样我不用想，我就知道了啊。你又不会这样想，会，我跟你讲，对不对？啊，所以啊，这个当罗诃罗这样讲的时候，那么佛陀就知道，佛陀就知道罗诃罗的解脱智成熟了。啊，那么堪忍受真上法，他现在已经走到门口了，只要一把钥匙就可以了，只要把门推开就可以了。那之前还没有，之前还在外面，登堂还没入室，基本上是这样，入室还没上殿，所以就跟罗诃罗讲，罗诃罗开始讲一切无常，何等法无常。那这个之前就讲过了，但是那个时候他自己都还没有确定，听是听，没有专精如理思维，没有，那没有很熟啊，所以眼无常啊，所以你看他就观眼若色，眼视，眼处啊，就很多。那么如上无常观说啊，如上在哪里呢？啊，218页啊，你可以回去看啊，这前面讲过了。那这个仔细看就很长哦啊，218页。讲这个如上所说，一切无常，云何一切无常？为眼无常啊，有没有这一段啊？那么眼无常，若色眼视眼处，有没有？若眼处因缘生受，它底下就没有了，如上了啊。无常广说，那广说就是从若眼处因缘生受苦觉乐觉，不苦不乐觉，彼无常，而彼什么生意，亦复如是，然后就这样一直下去啊，就如上。那因为前面讲过了，他就没有特别再翻了。那么
这个时候，罗诃罗文佛所说欢喜学习，礼佛而退。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时候他再回去仔细想，独一次因静处，专精思维，不放逸处，啊，然后就从前面开始一样啊。所以逐信子，剃除虚法，着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纯修苦泛恨，啊，泛恨是清净恨啊，不是婆罗门啊。那么乃至见法，啊，自知作证，我身已净，凡尘已离，所作所作，这是不受有，成阿罗汉，心善解脱，啊，这个时候证阿罗汉了。那这个都是他以前听过的啊，那以前为什么听不懂呢？不熟嘛，没有如理思维嘛。他后来为什么听得懂呢？熟嘛，如理思维嘛，啊，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啊，佛说此经已啊，罗诃罗文佛所说欢喜奉行。那这个经读完了啊，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可以讲，没关系啊。有没有问题啊？那后面都是瑜伽师这边在解释的啊，而且我们就不用看了啊，就很复杂啊。那可以看一下两种相啊，解脱的两种相啊，就后面而已，225页。啊，这个稍微看一下，解脱两种相。啊，他说有两种相，应求能成就解脱妙位。啊，能成就解脱妙位，就是这里说的解脱至成熟了。啊，一个如理的闻思，久远相续会，就是他不是这一世的，他跟过去生，或是这一生之前的。啊，你比如说你学佛30年，这30年你都这样，啊，那个也算是久远，啊，那但是真正久远就是累生的啊，比如说迦叶佛时代啦，燃灯这个菩萨动不动就是，啊，这个迦叶佛时代、燃灯佛时代啊，很久以前，迦叶佛不久，迦叶佛就前一尊而已，燃灯佛就很久了，燃灯佛好像40尊、40几尊以前，啊，那么就这样学了，学了过了40几尊佛才成熟，啊，那个也很久了，啊。啊，所以像释迦佛是燃灯佛时代，燃灯佛为他受记的。那从燃灯佛到迦叶佛，已经如果《一无量寿经》讲，已经过了40几尊到50几尊了，啊，那已经很久了，啊，已经非常久了。啊，所以他说久远相续会能成就有学解脱。那通常是这样，有学是阿罗声闻。那如果是声闻的话，最多就最少了，最少一般来讲。3声啊，3声最利的最少的3声就可以解脱，最多的呢啊就不知道了，就很多了啊。那么第二个有学久远相续会能成就无学解脱啊，所以这里讲就是如理的闻思，这个是凡夫如理闻思就是我们嘛，久远相续会能够变成有学解脱。那有学久远相续会能成就无学解脱，所以如果从这样来看啊，因为瑜伽师地论是说罗诃罗是从有学到无学，因为他最后说他证阿罗汉嘛。那如果以瑜伽师地论来看，罗诃罗是在有学的阶段，如理思维成就阿罗汉的啊。如果这样看呢 啊，以这个来讲。所以他才会解释说，啊，这个所谓的啊真上法，堪受真上法，解脱至成熟，这个是啊有学的智慧。那么后来他成就无学啊，但这个经也没有特别说罗诃罗已经成就啊，已经成就这个见法了啊，还没有啊，他这本经并没有这样说了。但是我们不知道罗诃罗在这部经里面的角色是有学还是凡夫啊，还不知道啊。但是瑜伽师的说法可能就是他是有学的。好，来看228页。
五十八经。好，他说有这么一天啊，佛在舍卫国啊，奇缘精舍啊，极受其孤独眼啊，我们叫奇缘精舍。这个时候有一比丘啊，有一个比丘来到佛的这个地方，那么顶礼佛陀之后就站在一边啊，然后就跟佛说：“世尊啊，云何知？云何见？次第即得若见。”就是我要怎么样？其实很简单啊，你能不能教我？让我怎么观察知道什么，然后见到什么啊？那么我要怎么修了才能够赶快得解脱啊？就简单，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要怎么修，我要知道哪一些，我要修哪一些，我才可以赶快得解脱啊？那我们现在最常问的都不是，我们现在常问说可不可以告诉我要怎么样能够往生啊？要怎么样能够增加福报啊？那么佛陀弟子基本上都是为了解脱的嘛，所以说能不能告诉我怎么修可以快一点得解脱啊？都想要快一点。你看《般若经》也这么讲哦，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可以让我生无生法忍？菩萨也这样讲啊，不要想快啊，当然你也有那个精进的心，但不要只是求快，因为很方法凡事都是因缘和合的。好，那么所以次第即得若见修一修行，那么有这个可以很快证得若尽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次第就是这个方法。这个时候，世尊就跟这个比丘讲：“有啊，要怎么样正观无常？有无常的我，这个是最快的。当然，直接可以观无我啊。还有一种就是观无我，我们说过，第一个你可以直观无我，第二个你有无常观无我，第三个你有苦观无我。”你由缘起观无我啊，都可以，基本上是可以的啊。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常故无我，苦故无我啊。五蕴无我，六处无我啊，缘起无我啊，这边基本上都有啊。那但这里就是，如果照次第来说了，从无常入无我，这个是次第啊。那所以当正观无常，正观其实就是如实观了啊。有时候叫中观啊，一样啊，中正如实的观察啊，正确无误啊，真实不虚的观察。何等法无常啊？就要问你要观无常，那什么法是无常的呢？一切法都是无常，但是一切法里面主要是因为你观无常是为了得无我，无我主要是观身心无我啊，所以。观这个身心，那这里是六入处诵，所以主要是六入处无我啊，不是无蕴无我啊。所以眼无常，若色眼视眼处因缘生受啊，跟前面一样啊，跟前面那个我们说那个经一样啊。那通常啊，就218页的十一经，六入处第十一经一样。好，那你这样观啊。那你看，你看这样的观，第一个就是从根，第一个是从尘，第一个三个从事，有没有根尘事？有没有眼就是眼根，那么眼根所见的境界叫做色尘，那么能够分别这个色尘的叫做什么眼识？那一般我们就是把它叫做根尘识。那根尘识后会生什么？生触。那么触具什么？身受想思啊，你看，那受有什么？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啊，你看就是这样。那触具受想思合起来就是什么？就是五蕴啊，有没有？啊，色受想行识，有没有？你看哦，我们要贯通哦，啊，你看，它其实是一样的啦，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啊，好，那因为这个经文也比较深一点。所以他说怎么观无常呢？那我们如果看无蕴无常就很简单嘛，色无常、受无常、想无常，啊，就这样观而已啊。那六处无常复杂一点，因为它关系到十二个，
或十八个，或不止十八个。你看哦，啊，如果依经文来说了哈，那我来写。好，这么快啊！啊，吓我一跳。啊，我们下次还有两分钟啊。啊，眼啊，他说五常啊啊，观五常，正观五常。那无常当然是为了什么？无我。那我的基本上就是五蕴六处六界嘛，对不对啊？蕴处界，那他把它包含在里面了啊。那么所以他讲啊，当观眼，眼无常啊，然后后面当然就是耳、鼻、舌、身、意，然后眼。这个是内六路处，还有什么？眼一定是针对尘、色尘啊、根尘啊，六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啊。你就说衣冠就很多啊，但是他是做这个代表，后面就讲眼无常、色无常，后面就是耳鼻舌身意啊，色、声、香、味、触、法啊，然后眼。根尘和合会生什么？根尘和合生识啊，所以就是变成眼识啊。若眼识有没有？就起分别嘛。若耳识啊，一样啊。你看哦，那么根尘和合生识，根尘识和合会生什么？生触啊，所以就是眼触、耳触啊，有没有？啊，那根尘触和合。根尘是合而生触，触聚生什么？受想思啊！你看受想思，那合起来，你看这个就是生，这个就是色，眼跟色，这个色色受想行识，有没有？它就是五蕴啊，它就是五蕴啊。那你看因缘生受，受底下就有苦乐，不苦不乐啊，一样。那后面耳鼻舌身意都是这样，那意处生受啊，一样啊。若意处生受想思耳鼻舌，全部都是，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啊，画起来就是这样。那么如是知，如是见，如是见次第见有漏啊。那你都一观无常，不管，那你这样。你这样都观无常了，还会有我吗？如果你观成功了，那一定是无我的嘛，啊，基本上，因为它包含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嘛，就好像这个房间里面，你看得到的、能搬的都搬走了，这个房间还会留下任何东西吗？就不会有了吗？啊，基本上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先想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那个有问题的没关系，你就尽量写，我们就有问题的要尽量问，不知道就要问，不能够放着不问，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的，要尽量要知道。